看一下，但是重点呢，别人呢也就肯定是看不懂旁边一些，但是我现在要了解这五百人的一个大致的情况，然后重点有目标的去看。Thank you.
这个是跟当时整个的救治的情况，整个幼童防护的形式，以及我们对这个疾病认识和它的发展规律都是清楚的。所以早期的时候，主要输了。